关不可能过去的传送带啊，不可能过去的传送带，什么东西？这传送带怎么就过不去了？咱们试一下好吧。哎呦我丢，兄弟们，这还传送带还真过不去，这一定有可以有什么办法可以过去好吗？咱们跳一下试试。哎呀，兄弟们，咱们跳在上面都没法跳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咱们一跳过来啊就被送回来，一跳过来啊就送回来，这怎么过呀？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周围有没有箱子。OK， 兄弟们，咱们周围没有箱子，那咱们要想办法过去啊，这怎么过去啊，兄弟们？咱们跳也跳不过去啊，兄弟们，这站在上面根本跳不了，兄弟们，那有办法的，咱们试下蹲下，好吧？哦，兄弟们，蹲下，他都传送不过去了，兄弟们，哦，好有意思，哎，简简单单，兄弟们点个赞吧。第二关穿过高剑果，什么东西？穿过高剑果是啥？不是表弟鱼没学好吗？高剑果，这我应该能一遍过吧？这穿过高剑果应该没难度吧，兄弟们？我觉得这次咱们吃不了席了，好吧？我觉得你们吃不了席了。OK， 咱们直接过，好吧？直接过。不是兄弟们，这怎么有坑啊？这表弟搞什么呀？表弟呀，这什么呀？这么坑的吗？这就，兄弟们，你们看见没？这么多坑，这，哎呀，幸亏我聪明。你放屁！第三关快乐问答环节，快乐问答是什么东西？现在世界末日啊，你现在要干什么啊？兄弟们，怎么又世界末日了呀？我现在要干什么？赶紧打一群王者是什么？赶紧给傻子视频点个赞，哎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哦。赶紧去上个厕所，这又是啥呀？赶紧去上个厕所，怕世界末日以后没法上厕所了是吧？兄弟们，我觉得吧，给傻子视频点赞呢、啊，兄弟们，傻子，不过这个傻子是什么东西？哎，给傻子视频点赞，不是啊，表弟，能给我来讲正常的问答吗？莫影龙怎么做才好吃？不是，莫影龙怎么做才好吃？蒸了、红烧、炖的，不是，莫影龙，你告诉我莫影龙能吃？乌漆麻黑的莫影龙，你告诉我能吃？兄弟们，我觉得吧，应该红烧没问题吧？这炖的还有这个清蒸，问题有点大，咱们选红烧好吧？哎，红烧莫影龙感觉应该好，很好吃的好吧？啊，改天我给你们做一盘好吧？老规矩，最后一个观众答，哎呀，又是观众答呀！现在已经世界末日了，你们会去干什么？哦，已经世界末日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已经世界末日了，你们会去干什么呀？兄弟们，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好吧？打在弹幕上或者评论区。